这是刚才我刚刚泡的，因为刚才泡的时候这个是那个手机啊内存不够，然后把我给掉下来，然后现在又给你们加点东西啊，这是这个藕粉，然后把这个藕粉加了一点点红糖来，哇，但是浆果好多了，这个加了一点芋圆，超级爽啊，来，特好吃，做大肠特别好，你想加什么都可以啊，这藕粉不管是小孩老人孕妇母乳这些都是可以喝的，你们喜欢喝就拍，这是浆果藕粉来的，特别好吃，做代餐啊，我就比较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，